即阵受疫情影响，咱国内一寡大型的活动大部分拢是取消较济。要过伫咧台南的六甲六五轻轨是照常开播，对元旦甲单已经有22万人次去行搭。主办单位是呼吁民众，天气好要去户外行搭，要去户外行行咧，爱遵守防疫规定。台南六甲新德边仔的落雨松。红色的一片非常的美丽，也成为近年来拍卡的热点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大型的活动纷纷取消，民众是转往户外来行搭。根据主办单位统计，平常时走访大约3000多人，到了假日几乎大家拢破万。元旦到现在是已经累积22万的人潮。我们现在人数的话，以六日为最多，都是超过30000人来访。因为疫情的影响，真侪活动取消。不过，这次的活动办理地点是伫户外空间，通风良好，人群是不断的流动，并无巩固。请示卫生局了后，决定是继续办，并且搭配管制出入、专程挂嘴安等防疫的措施。因为头一次来就觉得很棒了，高兴哦，一直拍照拍照拍照。哦，对啊，因为这边又很空旷啊，哎啊，又他们也有在实施说这个出门要戴口罩。另外，景点位置新德边啊，先前也有路边后备停车的乱象，为此，大家区公所是伫落雨松附近规划5处的停车场，会当提供750个停车位，防堵乱象。旧历春节就特别来到，卖使有建大家落雨松，会成为新春假期民众行春首选的景点。主办单位除了交通为安之外，嘛呼吁都要遵守防疫的措施。记者郑宏达报道。